怎么样？回公主，太皇太后印章确已丢失。这个韩同学，外祖母才刚走，就把主意打到外祖母那儿去了。即便我跟李谦合理，也用不着他来插手。公主说的是，如果公主用得上妙容，妙容愿助公主一臂之力。你？你此番前来告诉我这些，又要助我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公主聪慧，妙容恳请免去偷章一责。此事之后，愿公主派人护送我与林哥离开都城。从此之后，我们只想隐姓埋名，在乡间做一对快乐的平凡夫妻。既然如此，我便成全你。谢公主。首先，你去太医局，就说你要为太后调香。给我一些安神香。啊，好，你稍等一下。先开一些常见的安神香，再单独开一位龙涎香。来，给你。再给我一些龙涎香。龙涎香？龙涎香名贵，五指一正不敢轻易给你开。刚好，你需要表现得蛮横霸道，让他印象深刻。你消消气啊，不是不给你，实在是这龙涎香太过于名贵了。给你。这。接着你制作一份普通的安神香，把少量龙涎香加入其中。最后，你将这份香献给韩童心，点在他房间里，日夜不断。